小软，哪去啊？来，让大爷乐一个。小心了，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快去 MT！太舒服了。你贫血。还不急走啊，这边。有宝箱。宝你妹，快走。我们走。要不我帮他看箱子吧。好吧，速去速回。盗贼这个废柴想害死我们呀？宝箱又没锁，你砸什么呀？习惯了。嘿嘿，钱、牛奶、安纸和小麦子。这个要拿去卖钱。灰色的肩膀，装备上。嘿嘿，我太帅了。MG 呀、啊，把香蕉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就给我嘛。不给，我要卖钱呢。拿来。还好我聪明，没有迷路。就一条路，你还迷路就白活了。啊！别废话了，前面就是 BOSS 了。我挺小心的。我们下，这次要过了它。我先去了。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MG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妹子，我的宝箱呢？被
个法师来着呢。他奶奶的，他去哪了？他去圣伯切尔。下来。他搞毛啊！嗯，鸭太没溜了。我们去集合时把他拉回来。要不我们换个扛怪的得了。我们答应 MT 要陪他打哀嚎的。T 哥哥，别着急，我们去摘。那法师长了个瓜子脸，很好呀。他去哪了？Hello? 多多打我。走，我们继续，一定要通江哀嚎 ，fighting！ 老杨的烈红唇。嗨，妹子。真的MT 拉住真的变化 Boss 快挂了大家加油啊 MT 要跑拼了加油 ！MT 好样的！耶、yeah, ，终于过了，万岁 ！MT 真棒，没有丢下我们逃跑。应该的，应该的吧。哼，是炉石冷却时间还没到吧 ？MT， 把炉石销毁呗。不要，俺就这一个保命技能了。给我扔了。好吧。好，我们走去下一个 boss。这边可以跳下去，很近。先跳到这个台子上，再往下跳可能会摔死。对了，我们还没摸尸体呢。就是就是。我去摸。我的意思是看看 boss 掉什么装备。母亲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怎么走啊？让我告诉你们怎么走吧。是谁呢？你怎么跑到这边来的？啊，是我来广场。那是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在那茫茫的大草原上，有着可爱的生命的响动。天空中飘着白色的云彩，一会儿变成牛，一会儿变成羊。我能不能直接说说你？好吧，那天一只奶牛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，我独自一人走到一片树林，突然，看怎么样？从来就没有什么教师主，也不靠三儿学弟，要穿。幸福全靠我们。
死战才能胜利，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永远，不要忘记毁灭就一定要实现，这是最起来到永远。